我倒要看看你的本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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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倒要看看你
怎么样？你吃了万年血藕？没错。你是谁？那和尚我法号道济，来自西湖灵隐寺。看来你也是跟雪妖邢梦是一伙的吧？为了万年雪藕而来的吧？不是。接招吧！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没想到你这个臭和尚，法力还真不错。哎，你也不差呀、要和尚费这么大力气的妖怪，这世上还真没几个。臭和尚，就算你跟雪妖联手在一起，我也不怕。哎呀，你搞错了，我跟他不是一伙的。和尚，我只是路过这儿，见到风雪交加，打算弄几个雪人玩玩，所以呢是想来凑个热闹。你的好奇心会害死你。啊？